下开幕了啊。夏龙今天代表的是什么品牌呢？那它的近况是什么？稍后也跟大家分享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它应该是第一次啊来到微风之夜，希望它能够感受到在这里的亚洲疯狂购物之夜的盛况。包括我们这次的布置真的是非常有特色，比照电影里面的豪宅气氛，有植物啊，有阳台，哎呦，还有二楼嘞哦，还有这个露台，门口喷水池，你看多么华丽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创意不断，而且优惠最多的微风之夜。好，还有哪边？哪边？好，需要。OK， 谢谢。来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夏龙。好，很多人可能第一次看到你，你告诉一下大家，你是为什么有机会到台湾来发展的？就是我16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戏曲表演，然后我在法国美信远演出电影林志天和短片的机会。当时我就打算来亚洲发展，所以刚好我在巴黎演出乔欣德的 MV 而认识我现在的经纪人。是因为老肖的 MV， 所以认识了现在经纪人，然后就到台湾来发展了。你中文很厉害耶，你是在法国学的还是在台湾学的？在台湾学的。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最近有没有新的作品？赶快趁这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。最近我在拍《华夏的女孩》这部电影，是跟陈鸿英导演和魏颖泉导演合作的作品，所以这是我在台湾第一部作品，所以我很期待明年2月份上映，这样我可以跟大家见面。好，非常好啊！翻译在哪里？啊，应该听得懂。明年2月，花笑的那女孩，对不对？支持花笑的女孩。OK，good job。好，那今天来到微风之夜，哇，你穿得也很漂亮，要不要介绍一下，或者是你待会要去哪里 shopping？ 我今天说实话，全馆我都想去逛逛，全馆都想逛。有可能我会去帕达看看包包，因为母亲节快到了。所以要锁定 Prada 的包包送给妈妈。有可能。OK， 谢谢。好，谢谢夏龙，希望她在台湾能够得到大家的照顾，非常可爱、很努力、上进的女孩，加油！谢谢。